现在是早上的9:39，我现在到了乌鲁木齐站。现在天气还是有一点雾蒙蒙的，但是没有想象中那么冷。现在我坐公交车去青旅了，然后可能会在青旅里面休整一下。今天坐了2天的火车，然后有点累。坐29路车，这个29路车是1块钱哎，好便宜啊！刷码成功。我的手机只有最后1%的电了，都不敢导航了，赶紧走。乌鲁木齐火车站不在市区，所以坐公交到市区差不多1.5小时。已经12:30了，我从昨天中午到今天一天都没吃饭。我刚才说这附近还挺热闹的，所以我就下面看看有什么吃的。这有个美食街，去里面看看。只有一个了吗？两个。那我拿2个可以吗？多少钱一个啊？还够一个。你好，我们美团。美团了一个券，炒米粉的，2个烤包子，两个。哇，好大一碗。回去洗个澡，休息一下，然后晚上再出来。现在去国际大巴扎瞧一瞧。我感觉乌鲁木齐还是像一个大城市那种感觉一样。这有个阿凡提大巴扎廊，这是免费参观的，进去看一看。真的到处都是迪丽热巴呀。新疆国际大巴扎打卡成功。我想找个人给我拍张照，可是好多人啊，我又不敢了。你好，哎，你好，可以给我拍个照吗？可以。对，我就站这里，然后给我拍一下这里。拍了几张，还是不错的。所以出门不要怕没人给你拍照，路上一大把，只要你敢。这个阿凡提奶茶，打卡一下。的产品有奶茶、水果茶、水果。那个阿凡提咸奶茶，这不是甜的，是咸的，里面有花生啊、葡萄什么的。阿凡提奶茶打卡成功，现在快9点钟了，天已经黑透了。不是说新疆10点钟天黑的吗？我现在坐公交车回去了，今天还是有点累，今天回去早点休息。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拜拜。